我觉得这个我们使用香薰可以放公司的厕所。那这个盒装类的通常会比较难一点啊，我会夹前面一样是离洞口近。我觉得它有机会滚出来，那我们一样前后顿刷，二收，前后。你只要会顿刷，练好基本功，对准它就会出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今天就是我看到我的影片下面很多留言，就是想要看我来做娃娃机教学。那今天我挑了一间，这之前有拍过，这间就是台中的优品娃娃屋，就是在我们西屯路上西屯店。我会选择在这一间去做一个临时教学，然后跟你们讲要怎么夹，然后顺便教你们最基本入门的方式去夹它。今天我就来做一个临时娃娃机的破解。那我们现在就要从最基本的来教大家，这个是最容易看到，就是离洞口旁边很近的大包的临时，就是像前面那个，就感觉它快滑出来，快滑出来，所以我会先对准前面让它抓起来，因为它的其实空间也是蛮多的，所以它抓起来有可能在一个碰撞的情况下，它可能就自己滚出来。那我直接实际操作给大家看，这个我会先转爪，让爪位比较正确一点，然后比较前面一点，啊，可是你还是一样要离洞口近，下爪二收。就是你下去按第二下，它会有二收，你记得抓到的时候要二收，它才会打起来，它才会收起来。这个一包在外面买应该也要五六十块吧。那至于这个，直接我跟你讲，直接下压就好。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教学应该是蛮简单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来抓，就是比较靠近的，像这个也都还可以夹。可是我们就是找不一样东西，然后可能有不一样的夹，我们夹给大家看。然后这边你们可以学一下不一样东西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下一台。下一台我要跟大家教学的就是有一点盒子型的，可是又不是四方形的。教娃娃机来这种有人摆的地方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调像这种有枪位，对我们来讲可能会甩，可能十块就出了。那这个有机会我们就来试一下。那这一台我会用前后顿甩，然后用二收，然后捏很薄，可能你甩出去你要去收，用摸的就好了。摸的就是我等一下讲出来，我再跟大家解释。我的目标会是前面那一盒。就是勾它的三角形，直接捏出来这样。就是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是整个这样夹住，是用摸的，因为它走折力，所以可以用这样把它摸出来，然后它就直接拖爪进洞口。我们等一下来找下一台，再夹给大家看，有最不一样的形状。它是不是用在手上玩的？可是又很像拖鞋。应该可以加一些吧，给小朋友，不然你那么多小朋友。像这个我会捏它的后面，然后慢慢把它抓出来，因为很难得会看到娃娃比洞还高的啊。前面那只你如果把它夹起来，后面的应该有机会倒下，那倒下来应该就会直接补位。我觉得这个蛮佛的，那这个可能对点就好了。它就会自己滚下来，那我们就有一双，那我们就夹出这一只，然后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这面条，我们夹回去可以自己煮面来吃，配上我们之前那个剥皮大酱，我会煮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像这种带夹物，我也一样会去捏前面，慢慢拖，把它拖到洞口的时候，它应该就会直接出来。那我们一样实测，像它这个爪子是可以甩的，理论上这个应该都是蛮有力的，所以我就会把它捏出来，捏出来。那我们就是直上直下。它就抓起来，它是一直往前跑，它不会往后。你要会看它的线圈啊，那就是经验，有点经验。然后你一样把它转过去，就是有一点把它拨进来的感觉。用后面爪子，你只要对准，然后提早二手，它就可以直接把它拨下。然后我们再换夹这一包，这一包可能有比较旁边，可是应该还是有机会夹到。这一包就要有一点带一点甩子，这算是比较进阶反打。那不然我们夹中间这个给大家看，它就会一直往这边跑。如果它有拨到重心有下去，应该就有。那我们就往右边一点。下去，喂，喂，好，没关系，那这样是最好的。这个我们就能做的就是很简单，我们直接把它下压，对，我们就直接下压，让它直接下去就好了。
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下一趟。那我看到我的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玉鼠鼠，我发现了它很高，我们可以先用10块来问路哦。看到这种比爪子还高的啊，跟你们讲一个小技巧，就可以绕到它的后面，然后看可不可以把它用拉的拉下啊，像这个不行。那我们就直接剥，那你看那一包就是在抢位，后面是不是比夹子爪子高？对对对，你就把它弄下，再过去，快点，时间要到了，那边啦、啊。好愉悦哦！那现在有两个可以选择，你夹这一包，那个会掉下，那你夹那一包也有可能会直接出货。那这个基本上因为它是在里面，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要稍一点钝甩。对，左右钝甩就是往右往左。往左的时候下走，然后去二手它，然后它就会出来。我想要勾它旁边那个袋子，可是好像勾不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只要那个直上直下上面那一包应该就下来。不会吗？对。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就是这个钱，不用那么多啦，就10块这样。我相信我10块就可以让它出货，直接。喂，噗，一个蛋翻来翻去，是好吃啊，一人一包。我觉得这我们使用香薰可以放公司的厕所。那这个盒装类的通常会比较难一点，啊，我会夹前面一样是离洞口近。我觉得它有机会滚出来，那我们一样前后钝爽，二收，前后。你只要会钝耍，练好基本功，对准它就会出。欸，我觉得这购物袋不错，可以拿来装零食，决定来加一个。这个通常我都会甩啊，可是这个都很轻，我会抓一点点。看来它的大台比较难一点。我是用钝甩出的，把基本教学教给大家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用基本教学来夹一些东西。我会想要夹前面下面这一包，用甩，用钝甩的方式。有了，我们再去找看有什么好夹的。欸，很久没吃这个，以前我们便利商店看到的都黄色的了，上面的吧，上面的可以，用剥的。如果用剥的话，可以二手，可是你要剥得很准。那我觉得绿色，我会像我们刚刚有前后左右嘛，那这个在45度角，我们就是一样是45度，然后二手，啊，因为它多。所以可以让它用滚的。这黄色没夹到，黄色我们太常吃了，我们吃不一样的口味。我们也剩没多少零钱，我们就把最后夹一夹，我们就准备撤退吧。我觉得调理包不错，我们来试看看调理包可不可以夹出来。哎，它是松钩，70块应该可以夹个一两个，那我们就赚了。因为这个外面便利商店买好像也不便宜。喂，啊，只有一盒啊，这个应该用对的就好。好哦，只有一盒，那就是今天我们的滑稽教学。